腾哥是两片是吧？啥一点两片啊？卓哥几片啊？啊，你一片吗？我两片吗？你别看你是武林高手，但我这人，我到这岁数了，我也不服输。没事，我就让着你，你放第一片，我比你多一片就行了。卓哥，我三片。三片，我四片。六片，七片，十片。哇哦！你来。卓哥，你再往上叫，你是武林高手，你再往上叫。刚才那一下，武力上碾压你了，智商也碾压了你。喂，十片，十片啊？可以试试十一片，来。不是，我看我能够着多高啊？多高我能使上劲儿？哎呀，到这儿。一米先劈一米，这得100多片吧，100多片。我看啊，因为我你算米还算我能先试一片吗？犯规吗？试一片吧，因为这个确实硬度，试一片感受一下。我感觉一下这个，哎呀，行不行？就一片。哎呀，这个二位壮士，刚才那豪言壮语真的是。这几片？哇哦！卓哥就是要打算一击制胜。来吧，猜歌。选哪个？接歌词。好吧，那接歌词来。接歌词哈。行。巅峰对决，真假聂风，只差一片。有什么想对卓哥说的？卓哥啊，虽然私下里是弟弟，叫您一声哥。今天在台上，别说兄弟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卓哥有什么要说的？光说不练假把式，光练不说啥把式，边练边说真把式。来吧。人家这词儿，接唱下一句，请出歌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。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。哎呦，这肯定会啊，快去。路见不平一声吼。下一句，快点。12片。